大家好，我叫孙小军，来自宾大工学院刘军专研究生二年级，然后我的家乡是江苏苏州，但是我从小在上海长大，所以家乡话几乎讲不太来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同班同学这个什么联欢舞会表演小提琴，我觉得特别的帅，死缠烂打，死缠烂打，让我的母亲帮我去找小提琴老师，然后就练了练。然后大学的时候就自己下学学吉他，老师吉他不咋地，然后就是叫一个妈妈唱歌，他就强制觉得我也应该喜欢唱歌，就不停地唱，然后唱唱就觉得挺好，唱的挺好，我觉得在第一轮啊，唱完了之后我选第一个主题，然后第二首歌呢是英文歌，然后我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情感表达挺有力量的，觉得能够后来更寂寞，我们大家又各自奔波在外来美留学，其实挺特别的心情。同时呢，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性特别好，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意思。